他每天就想着怎么改造我，把我折腾得这么累，现在还要跟我说分手。他的日常行为处处都有问题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我觉得人就应该活得自由自在啊，不应该被束缚太多。被改造的我，那就不是我了。我对他已经是看不到希望了。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觉得分开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王23岁，来自河北销售；女嘉宾小严23岁，来自河北微商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说已经谈了2年恋爱了是吗？对。是朋友介绍的呢，还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就是我俩同学间都认识，就一来二去总在一起玩，就在一起。行行，这是生活小节，生活习惯，我希望他能改变一下。嗯，这个要求是合理的。对，我俩就老去玩嘛，就是大学周边的景点呀，我俩老去。其实我俩这时候特别有意思，我俩就去了一个景点，到时候景点牛肉面他点一碗，我点一碗。我特别爱吃辣椒，放特别多的辣椒。那我一挑面的时候，那辣椒就不小心蹦到眼睛里了，就特别疼，拿纸擦了半天那个眼睛。等我眼那个稍微好点了，打开的时候，我的面里头牛肉没，就说面喝汤了。我在看他的时候，人家津津有味吃着面，冲我乐的时候跟我说：“你吃吧。”我哪想你那么严重啊？寻思这我把你牛肉我拿过来了，我一张嘴转移注意力，你没准就好一些吧。结果我也没想到，我就咕噜咕噜我就吃了，吃完之后你还没好，才意识到事情严重性啊。你作为一个男朋友，你不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先给我擦擦眼睛，看看我眼睛有没有事？你不是在惦记我碗里那块牛肉吧？我哪惦记牛肉？我不就是想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男朋友吗？你那你说不通，让我实在没办法理解你。等于你在忙着擦自己眼里的辣椒水的时候，对，他把你的牛肉都偷吃了，是这意思？对，可以啊，兄弟，牛肉好吃吗？我这不脑子反应慢吗？我要反应不慢。你可反应挺快的，情商也不高。不是，我们正常反应不会反应去偷牛肉吃的。你真行哎，这男朋友哈有点就不体贴人，得批评他啊。就这样也谈了2年了。对，那说明他还有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是，就是我每次生气之后，他都会哄我，就是说那种死皮赖脸缠那种劲儿，所以我一直走到现在。